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，你喜乐吗？喜乐。你今天喜乐吗？喜乐。好吧，我们今天以喜乐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如果你的身体允许，我欢迎你一同站立在上帝的面前。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主啊，我们一心都要来称颂赞美你。主啊，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殿当中，来赞美你，来歌颂你，来敬拜你。就祈求主耶稣，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一心的来称谢你。我要一心称谢你，在主身边为你慈爱不知
负担重担的人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就使我们得安息，他就使我们得力量。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开口来赞美他，我们要用一生来称谢他，好不好？我们用这首敬拜的诗歌，用我们的心来唱。我要一心称谢
谢谢。
觉得我们不能的时候，你赐给我们力量与能力。当我们深陷苦楚与深渊的时候，当我们开口来向主喊：主啊，你救我！主啊，你救我！主啊，你救我！你恩典的双手就已扶持我，就已把我从深渊里头拉拔起来。主啊，我们不能忘记这样子的一个恩典，这是你所赏赐的，这是你所给予的。愿主耶稣你帮助我们都能成为你的馨香之祭，能够成为你恩典的一个器皿。孩子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以及我们在你面前的歌颂与赞美与敬拜。孩子，感谢感恩赞美你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恩慈宝贵的圣名祈求，